哎呦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肚子有点饿啊，先去找个东西吃啊。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小姐，我肚子有点饿，你那边可以买个东西给我吃吗？不理我，玩手机不理我。先吃了，先吃了。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 安阿金啊。今天呢，我扮演的是 Baby Wagi， 没有错，我们的 Baby Wagi 呢来到了这个洛圣都。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呢，就是 Huggy Wuggy 跟那一只粉红色的那个 Huggy Wuggy 的这个女朋友所生下来的产物。看看我这个身材，我的身体是没有毛的欸，仔细看，然后我穿着这一个尿布，感觉非常非常的帅气。然后我的能力也跟这个我爸爸 Huggy Wuggy 有点不太一样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3333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首先我们先跳过去，有一个直升机，呼呼呼呼呼呼，我在飞哦。我现在有点肚子哦，小姐，请问你有东西？哪里爆炸？哇，他已经掉下来了。我正要问人家说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？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跑。你那边有没有东西？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？哇嘞，完了，完了。我不小心把他的头吃下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肚子饿而已啊。一个小 baby 肚子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？哎呦，这个消防员看来是有东西可以吃啊！呜呼，我们的这个 baby Wuggy 的力量也是非常大，想要去推动这个车子也是理所当然。哇塞，你还想要开车跑？你还想要开车跑？我正在问你说有没有东西吃，你没有东西吃，你就要倒大霉了。我其实不想要吃你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必须要吃东西。来，借我吃一下你的头。他头被我咬掉。他活过来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过来。你再借我吃一下这个头。哦，完了，没了。我以为这个女的是这个无限可以伸出头的人类，这样子我就一直带着她，肚子饿就吃一口，肚子饿就吃一口，然后有点类似那种永动机的概念，有没有？怎么办？我现在肚子有点饿啊，先去找个东西吃啊。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他这是不是在吃东西？没有，他在玩手机耶。小姐，我肚子有点饿，你那边可以买个东西给我吃吗？不理我，玩手机不理我。先吃了，先吃了。他刚才是不是吃一半的时候，他刚才手脚还在动？怎么可能？怪怪的哈。来，再试一个。我好像都吃到女的哎，可能是女的比较好吃啊。再吃，哇，舒服！来这边再来，呼呼，非常的舒服啊！然后我们先把它吃满。哦吼，我好像可以使出一些特殊的能力了。吃饱后，我现在觉得我能力满满的。先跑起来，跑起来感觉蛮快的。而且我还可以飞啊！呜呼 ，Baby Wuggy 可以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？该不会我老爸不会飞吧？这样 Huggy Wuggy 完全比不上 Baby Wuggy 啊！呜呼，我在飞哦！呼呼，呜呼，飞起来喽！呜呼，吼吼，飞行甩尾！我嘞，撞到东西！哇塞，我这个 Baby Wuggy 也太强了吧！我的老爸完全不是我的
对手。呼呼，来来来，你人在哪里？哦吼！哎、欸，那台坠机了吗？哎、欸、呦，它怎么降落的这么突然？嗯？哦，哎呦，它又重新飞了起来耶 ！Hello， 嗨，你好，哦，哇嘞，我不想撞到它了。它到底要不要降落啊？我们就静静的看着它怎么降落，我们就看着它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来，我们看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。我们现在这边一堆观众正在看着你啊，他有没有要降落的意思啊？好像有，坠机，坠机，呜呼，吼吼，他直接坠下，看明明就还有机会的，他就这样子坠机了。哦，人不是我杀的，走咯，呼呼。阿雷，为什么这边的水还是绿色的？是不是这个阿金偷懒没有把模组给换掉啊？水还在绿色，又绿色。来，我们去找一下警察，泡个茶，看一下警局里面有没有人。诶，警察局竟然没有人。我原本想说吃个警察会比较补啊，看来是不会啊。呜呼，我把这边的车子，呜呼呼，呜呼，玩一下警，等一下，我也会用超人的那个雷射光波，我既可以吃人，又会用雷射光波，呜呼，呜呼，直接把别人给切割啦。哇塞，太残忍了！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，把他轮胎给烧破？哎、欸、嘿，这样子你车子还可以开吗？这样子你车子应该不能开了吧？哎、呦，他是不是要弄我？他刚才是不是想要打我？来，你说话，你说话。听说这个城市好像有一个叫做复仇者联盟的东西，感觉全部都不是我的对手啊！哦。有人跑过来找我，谁？谁？哦，好像是钢铁人啊！等一下，快死了，快死！哪里哪里？光波对光波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光波。哎、欸，可口可乐，你不能偷挡啊！哦，会死啊！会死，不要闹！哦哟！还敢过来？你还敢过来？你还敢过来？呜、哦、呼！你还想站起来？我就用这个光波，我就这样子揍你，再揍，再揍！哇嘞！拳头的对决啊！哎、欸，打输他，我打输他！哎、哦、呦，哎呦！好的，再一个光波，再一个光波！呜、哦、呦！烧不死啊！完了完了！哇嘞！现在我一直在燃烧啊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钢铁人死了，先把钢铁人的尸体给带走，非常的舒服。我打赢了钢铁人，超级帅气！嘿嘿，大家来看。我把钢铁人给杀了，你们看看，哦呵呵，钢铁人就这样子被我抓起来，哦，不过如此。来，我们先把他带去这个别人家收藏起来好了。小富可能需要这个钢铁人的盔甲，我把这个盔甲送给他好了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呼呼呼呼，我在飞。我们直接去找这个小富他家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富他家是在这边，哎，我们把它放在客厅好了，进入客厅 ，OK 吧？好了，我们这个尸体就放在小富他家，所以是小富把钢铁人给杀了，不是我，啊，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，走喽，等一下。哈基瓦基可以直接飞到外太空吗？不可能吧！飞飞看，我们基本上只有这种太空梭可以直接飞到外太空啊！哇塞，太阳很大，我一直在飞。先往下看一下，哦哦哦，
等下这海水是绿的，再往上飞，哦，我飞到外太空了，啊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空气，哦，没办法呼吸啊，我要飞不能飞啊，快游回。游回那个地球，我现在动不了，尴尬了，救命啊！完了，要死了，居居了。啊，你居居在这个宇宙中跳这个棺材舞，太扯了。哎，我复活怎么在这边？各位，我把这个模组玩坏掉了，我现在回不去啊。好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